房间不到5平，却摆满电脑主机设备，赌客在非法网站签赌，当场被员警逮个正着。金块，这个黑色是主场，红色是客场，这是你自己记录的东西。这是第一节，然后上半。 全场下半，荧幕画面清楚显示，赌注赔率、赚率可以下注的项目还非常多样化，从最基本的六合彩到年轻族群最爱的 NBA 季后赛，吸引更多的赌客上门。因为 NBA 季后赛当噱头，吸引赌注以老鼠会的方式入会。九州娱乐网成为全球最大的非法赌注网站，虽然主要的机房并不在境内，据点却散播全台，从北部扩散到中台湾，一直到南部都有，总共23个机房，全台赌金高达13亿。 其中以台南黄姓为首的据点非法赌金就高达8亿台币。他们要重启炉灶啊，平常讲并不困难，电脑相关设备并不昂贵啊，他们可以赚的钱啊，利润颇丰，所以啊，他们很快的就会在。 重启炉灶，地下赌注网扫荡不易，嫌犯运用简易的器材就可重操旧业。刑事局将持续查缉，不让非法业者有利可图。记者刘水、宋湘玲，台北市报道。